下去，我。哈哈。谁啊？觉得伯文应该给我拿一点水来。嘿。来看一下哦。好，写下去了，开始了哈、哦。嗯。好。这样过来。好。然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稍微晕没有关系，但是晕太多了不好啊、哦。好，这个就一直晕了啊。好雨，好，那晕你不能说整句话都在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这样写。好，只这个字把它岔开了一点点啊，这样过来，往上提，画过来，哦，下来，进来。知识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哦，拉过来，知识姐哈、哦，再来，当春，这个当呢，哎，我们可以写草书了哈、哦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哈、哦，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好，往右边写。往左边往右边带过来，然后诶这样过来就好，往外哦，哦，然后从下面中间来，这样过来，当春来还在这里，哦，发生，发生的发，这样写，好、哦、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往外、啊、好，那再回来在中间来，当春来发生，好，再来呢，随风潜入夜，随风随这样过来，这样好、哦、这边带好、哦、这样过来，好，拉过来往上提，往旁边带都可以，好，这样过来跑到这里来，随风，好，潜入夜，嗯，好，潜呢、啊、这样写，安尼好，这样上去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一画往下，往再回来一点点，再绕过来潜，对不对？潜，然后再来是入，对不对？入，然后我们接到这里来，好，这样 OK， 潜入。潜入夜，好，夜，夜怎么写？夜这样写，哎，这样，点往上提，这样下来，这样过来，绕过来，这样就好。潜入夜，好，再来是润物细无声，润，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过来，这样上涨就好了。玉。好、哦、好、哦、嗯物、嗯、好，细无声，细呢这样过来，从上而下下来，然后呢这样过来啊、哦、然后从中间来，然后声到这里，细无声，好，再来，嗯，野径银具黑，也怎么写呢？这样过来，窄一点，窄一点，对，到上去，野啊，径，好。云髻黑，云往外出去，再往内走，往下拉长一点点，免得太扁了。然后呢，这样过来，这什么字呢？髻黑，这样过来，一二，云髻黑，好，
再来江船火烛明，江船点画过来，哦，船在哪里？在这里，站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江船，哦，火烛，火，站着过来，好，哦，火烛，哎，火烛明啊，不是火烛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拉过来，站过来。往上提，啊，这个下来一点点。火烛明，明呢？来看一下，这样过来，小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拉长一点点下来到这里来。火烛明啊，再来是小看红丝处，小看，那这个小看我们就拉上湿一点点哈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小看，看呢，一二三，上去，这样过来，小看，红，丝处，红丝，丝怎么写呢？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红丝处。我刚刚就把它闪过来了，对不对？红丝处，好，再来呢，花重锦官场，好，这个花呢可以写成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往上提，再往后，这样就好，好多一点。花重，重呢可以这样写，啊，往上提，下来，啊，花重。哦，锦就往外写，哦，拉过来，哦，从这里稍微长一点点，关城，好，关在哪里呢？关呢？如果我们写成这样也是关了哈，哦。有人说关跟尖的有什么差别？尖呢可比较少出去，但是也有。关就往外点啊，锦官城，那城怎么写？哦，哦，我们就写一个大家看得懂的，从外而内往上再往下啊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花重锦官城，好。再来呢，是谁的？杜牧还是杜甫？杜甫，好，杜甫，好。杜甫春夜喜雨夜，这样写喜，皮雨哈，好，那就是庚子，庚子应该叫做清明嘛，哈，那就清明后，清明就好了，我差三四天了哈。那落款大部分都要这个底下，大部分都是要比较底下一点点，但是不一定要落得满满的哈，你。等一下可以盖章盖在这里，但是也不能说，写到这里还要盖章，这个也没办法了哈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纵横姿势把它写的，放的比较开一点。嗯。好，你再举下吧。录一下。你要讲解吗？好，来那边。还在录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。你上到这边了。好雨知时节了哈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髻黑，江船火烛明。小看红丝处，
花重锦官城。刚刚这个有把它往外跑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不能写宽了哈。哎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比较麻烦是，还要转方向。转方向。